他就知道了，放在正中间，不要放在边上。啊，不是，他要往边上咬啊。嗯，对，对，这个就不咬了。我给他洗翻了，洗的太慢。咋？你像用自己用手抓呀？哎呀，现在在吸了，我感觉眼儿有点小。你不要换花柱。哎呀，这还没睡醒，做梦在吃奶呢。来，吃，你再。他急得没办法，但是他并不知道，你看。
把自己变过旅行。旅行呢，就是转为业绩就是学习，不管怎么样，转为业绩算了。多为几次就习惯了。看，自己会吸了，学会了，但是你得给他扶住，不能偏。看，自己得吸了，又搞定了。这，你看老师，有时候他就是激动啊，一动就掉了，自己会吸了。哎呀，好高兴，这是狗熊，这是个熊。抓我呀你！好的，有点尖哈。小白、小黄，小白、小黄就是那样。你看他觉得这样咬的觉得得劲儿。吸。当时当初你吃妈妈奶的时候，你是这样咬出来的吗？也是吸出来的吗？干嘛？方向错了。会吸了，看这是不是在吸？对。啊，
走走走，嘿，嘿，安静点，安静点，不要这么激动。别叫了。看准一点。过来，这边。